严朝雷，二人退将，正月反应倒好，不打不相识，这回从新万代投降了，但这事要保密。姜子牙一想，他们说的有道理，人呢不是一个人，谁在石头上蹦出来，谁的家眷，嗯，怎么办？没办法，还叫曹雷去。曹雷啊，你这么，你马上起身回赵国，去接家眷。他接着来嘛，那也不好办，好吧，一计而行，正了正了，你按我说的去办，万无一失。多谢丞相指点迷津。那我现在就起身，惦记家里啊，万一出事儿了，朝廷留在这做人质，不能都放了，怕他妈有反应。咱们单说这曹雷，带着几名亲兵，这都哥们，哎，绝对不能泄密。骑快了，按姜子牙交代，回到赵军。进城天黑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见太师文度。文度急急火燎，就听前线的消息，你让曹雷回来。哎呦，曹将军，你来的正好，怎么样？太师，哎呀，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了西岐，离西岐城五里安营扎寨，大仗小仗也经过四五次，固有胜负。现在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我跟我哥商量，打算持久围困西岐。但是你是知道的，我们临行之时荒树不带多少粮草，人要吃的马要喂，粮草接济不上了。没有办法，我奉我哥所差回来，我来催粮来。另外军队是不太够用，咱们再请派一部分军队。我就为这事来，如果粮草供应及时，有取胜的把握。不，原来如此。姜子牙虚实如何？哎，太师，空有其名，打板算卦的，要是没能耐也有两下子，不过不像他完颜那样一般而已。另外，西岐的人战斗力也不行，一击便溃，咱就是人手不够，要够肯定能打胜仗。言之有理，你回去休息，明日我再给你积军一万，粮草三千车，你看怎么样？多谢太师。到了夜西都提着场面，回到刘凤将军府，家里人一看就回来了，收拾行李，快收拾，明天一块跟我走。通知他哥家里的人，三亲六故全把我杀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对，第二天天不亮，大兵一万准备好了，粮草车也准备好了，他把那家属加到大部队里，家属两头算的那一百多口，那算个什么？一家的大部队里的根本你看不出来。奉太师之命，马上起身就走。文太师还想要用就得用这样。没一封信，要按理说回来放几天假，好好歇歇。没有，昨天晚上回来就连不亮就跑了。你这样人多可靠？其实还最不可靠。文忠那么明白，现在犯浑了。要说文忠那不等级是草包，可以。太师文忠受夷人传授，不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也有半仙之体。那人那头脑极其清醒，主持正义，什么事情料得入木三分。那你现在糊涂了，可能这也是天意。有时候就犯浑了，这脑袋分不分末，天意该着。但等这事情过去了，他巴着巴着滋吧，啊，上当了，上当就完了。现在就这么回事。单说曹雷，按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西岐。全归了西岐，这一万精兵正好做了补充，到这就给改编了。哎呀，家眷来了，曹氏弟兄欢天喜地，跪在姜子牙面前谢恩。姜子牙吩咐一声：“你们只管放心，好好休息。我已请示王了，你二人依然
将军，那升官，这得升官。俩人是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我们闹着找他搬家。这块热烈祝贺消息传到京城，文太师一听，什么？嗨、哎！朝天曹雷，这俩贼子，在我的鼻子里头做鬼，我公然就不知道，气死我也！明日我要亲自发兵。那时候他那个保贵徒弟叫吉利，哎，朋友，吉利去要是不可能，要是兵家胜败之差，这算不了什么，这叫人心难测。不要那么句话，画龙画虎难画，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哭的时候，实在赖的时候，但人家心里猜不透。这个老师，你千万别着急。虽然说他们两个人投降了，气是气，咱们把这账早晚得结账啊！要在他的放在咱的，为今之计，老师坐守中央，千万不动。这手下大将有的是，你想一想，叫谁代替您兵发西岐不成？想想有合适的人。青龙关的大帅张贵方如何？退！讨伐西岐非张帅莫属。太师文仲马上发下奔天火牌，让青龙关的大帅张贵方挂帅，二次讨伐西岐。另外派人接替青龙关一切事务。张贵芳领命了，马上是闻风而动，点了多少军，从各地抽调力量，从各地征兵，一共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之众，一齐出发，起身奔西岐。各位声势浩大，到西岐南门五里安营扎寨。不知道早有探马拦旗报到相府，姜子牙一天没什么事，跟着武成王黄飞虎、包天曹雷、南宫科散医生所有的众将天天讨论下去。姜子牙说，你看看越来越人多，哎，曹将军你们这一投降，纣王也好文太师也好肯定动怒，得加倍的力量攻打西岐，咱就做好准备，来这个地带牢，咱哪儿都不去，就在这消耗这个力量。到咱家门口，咱们怎么办？怎么都有。你说天时地利人和，咱占地利。他远路而来，缺兵少将，就这粮台他就解决不了。人是铁，饭是钢，一定不吃饿的，不吃饭行吗？这源源不断从外地来，接济不上，咱就打下来老老实实。正在这时，报事的进来，青龙关的大帅张贵芳领着前部正印先行官叫方明，于南门五里安营寨拜堂拜访。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子，张贵芳何许人也？”此人兵法如何？问他，丞相，恕卑职直言的，现在我所知的张贵芳是一流的大将，此人十分了得，胯下白龙马，掌中亮云将，有万夫不挡之勇。小伙子长得也漂亮，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张贵芳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末将百思不得其解。什么特殊的能力？各位啊，你们都听着，都留神。不知道这张贵芳使用的什么招数，跟谁学的？只要他知道你的娘，你就倒霉了。比方说，两军见战，那个黄飞虎来说，他知道我，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
拉出去叫人杀了。这一路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到现在我们就清楚。这是张桂芳，另外他手下那先锋官方林也善会使左道旁门之术，这两个人是极其难缠，丞相千万注意。西岐的众将听着都乐了，哎呀，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事儿？打仗讲究真本事，等一将名就得摔下去，他有什么能耐？敢无稽之谈呢？都不信。古城王一想，我是后来的，我要求的太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话到时间就得验了。这事得姜子牙做主。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啊，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行官风林挑战，说的极其难听，不知丞相发兵不发呢？今日先不发兵，免战牌高悬，商议好了再见朕也不为迟晚。是。张公子转身刚要走，便脚下有人嚷嚷嚷嚷一声：啊，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不了解情况的咱被他吓住了，末将不才，愿请兵出战。姜子牙一看，好，这小子面目火大，头发都是红的，长得腰大势肥，身也高，人可魁，金盔金甲，腰束金带，过来请我。你看谁呀？人王第十二，武王的兄弟，此人叫姬书贤，有的人管他叫姬书钱。你把这他就给了十二，身为殿下也在帐前听命。这小伙子厉害，眼通四海，目中无人。一出钱过来给你讨令，张子牙心说这小伙子老有点不服不分。殿下，你想请令出战？是。将被吓住了，末将不才，愿打头阵。如果不胜，你砍我的脑袋。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啪啪啪，军令状。你说这年轻人的头脑一发热，不计后果。立好之后，姜子牙说：“你大兵三千，出关去吧。”遵令。众位听喜劲儿。再看十二殿下，到了关外列队，往对面观瞧，一瞅，好，这位。张昭派来的人马十分整齐，宝珠山下一员大将跟一团黑云相似，冰铁盔冰铁甲，黑脸黑马，手中使一对金兵狼牙棒，狼牙棒都带狼牙的，一手非常的威风。不用问，他就是风林。两员大将报出名姓，在战场厮杀，那头的双马，这头的大刀，二马错蹬又转回来，连上他。我说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五战场，谁的马快，谁的力量大，谁出手快，谁就占上风。武将眼睛好使，反应也就快。两人打过了三十回合，未得胜负。风云双棒使开了心中想：这小子厉害，嘿嘿，我何苦费这事？我何不用八速鞭打，勒马便走？一出前不舍在后头追赶，拿命来砍！眼看追得很近，风云双棒交单手，这酒一张。有一股黑线，那粗细有这么粗，一就射出来。黑线的头上有那么大，像乒乓球大小一颗红珠，这珠子叫打仙珠。
你出去就见郑主一只手一抬头又狠些再将左来的时候这红珠是正中脑门的上脑瓜那个大飞此时是灾异吗风林拉回来张仲人马呜嗷大喊往前一冲七七人马大败溃进城中高挑吊脚紧闭城门上是用强弓硬弓把敌军给杀出乐号传进相报丞相十二殿下在联军阵阵亡断了炮出师无力好在失手抢救哎呀乃国母的壮烈武王听说十二弟死了哭不欲生救命啊哈哈哎十爷运也运也平民白活想一日下葬两阵前打仗哪有不死的王队长死的自己不死的哪有那事儿一切处理完了就到了当天以后张玉山亮全队指挥眼镜叫姜子牙姜子牙一看不出战不行了团结力量亮全队迎敌这回这个阵势从来没有张玉山点兵大战在城外扎下阵这五斗三台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宝都山下正中央就是姜霸上水手武成王黄飞虎下水手朝天朝雷狼弓和伞一声文武全都出往对面一看张桂芳好呀白马银枪是银盔素甲哎呀长得漂亮二眉正中央有一道竖纹眼角眉梢在杀气在敌旗之下一马长伞两边长号擂鼓军威大振姜子牙看看各位压住阵脚我与张桂芳搭话马往前对面张帅吗张桂芳的阵脚哎呀难怪朝廷大败仗现在西岐成气候再看军容长进没有上岁那个年纪都在十八岁往上二十五往下的小伙子当才辅佐一番一个个的精神气势就亚人三分的再看他当兵的普通的还有学武的开帮的武的不是钱的屁股大都翻着这是和你一声的两响气儿这么砸三棒的砸不趴下军队你得看士气刀枪明亮剑飞来旗帜翻上去你看这样出了个老头眉毛都白了仍然善谈千金一身的道装文中抱着令字旗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蓝眼倍儿亮袁大将在两旁保护秦花的绿叶香张桂芳带住坐地对面你可是老匹夫江上哈哈哈不错正是姜子牙张帅啊请问你带了多少人马你问这老老带多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向军主粮草不济人头也不多我想问问你给我送了多少我是照收不你气死我了姜子牙你真能吹牛皮你大马的后啊白龙马下闪电一般是直取江上姜子牙不能打仗动作行你看那三国演义那诸葛亮诸葛亮打不仗吗要拿扇子不用他了他比着能打的有的是姜子牙也
王飞虎一看，就得保护丞相。提出修缮我家丞相，哪有？推开五色神牛，换掌中长枪，接住张秀芳，站在那。那边风林春马撞金睛狼牙棒，刚来助战，这头大将南宫科催马抡刀过去，跟他单战一会儿。两方面四员大将交作一伙，杀了个天仇地杀。耶，张秀芳一瞅，莫非欺君有罪？